我们要去夏威夷喽。我们要去夏威夷喽。我还得重新干嘛？我还得重新干嘛？他可什么都没说。他可什么都没说。我受不了这个压力了。我受不了这个压力了。我现在只是想玩玩。我现在只是想玩玩。我想把这个还给你。我想把这个还给你。对不起，我做不了。对不起，我做不了。这台复印机坏了。这台复印机坏了。它长什么样子？它长什么样子？你想怎么称呼它？你想怎么称呼它？你玩得开心吗？你玩得开心吗？他对你的评价很高。他对你的评价很高。我觉得是纸用完了。我觉得是纸用完了。我会跟你说实话的。我会跟你说实话的。我想送你这个。我想送你这个。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。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。我打算把它弄到手。我打算把它弄到手。我们的上司被解雇了。我们的上司被解雇了。我们的老板被炒鱿鱼了。我们的老板被炒鱿鱼了。请把盐递给我。请把盐递给我。减税是个好主意。减税是个好主意。我们首先应该做这个。我们首先应该做这个。服装上有什么规定？服装上有什么规定？你为什么开我的车？你为什么开我的车？我们可以各付各的吗？我们可以各付各的吗？
他只是在吊你的胃口。他只是在吊你的胃口。那很无聊，不是吗？那很无聊，不是吗？你什么时候有票？你什么时候有票？你来参加我的晚会吗？你来参加我的晚会吗？是的，我爱吃甜食。是的，我爱吃甜食。你最好再努力点。你最好再努力点。我想再要点水。我想再要点水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已经不能挽回了。已经不能挽回了。你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吗？你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吗？你坐着等一下吧。你坐着等一下吧。他们都是有责任的。他们都是有责任的。这套衣服很适合我。这套衣服很适合我。你的工作前后不一致。你的工作前后不一致。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吗？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吗？你洗好手了吗？你洗好手了吗？火车多久来一次？火车多久来一次？这附近有卫生间吗？这附近有卫生间吗？就在这条街的尽头。就在这条街的尽头。我给你些建议。我给你些建议。我现在钱不够用。我现在钱不够用。请走最短的路。请走最短的路。你做过有氧运动吗？你做过有氧运动吗？我认为应该这样做。我认为应该这样做。我想在这家公司工作。我想在这家公司工作。
我们还得再加班。我们还得再加班。你应该再努力一点。你应该再努力一点。能找其他时间吧。能找其他时间吧。我不知道不能这样做。我不知道不能这样做。我对建筑感兴趣。我对建筑感兴趣。他们问过你的情况。他们问过你的情况。这个用英文怎么称呼？这个用英文怎么称呼？患难见真情。患难见真情。今晚你加班吗？今晚你加班吗？他对我待遇不好。他对我待遇不好。少抱怨多做事。少抱怨多做事。没啥可抱怨的。没啥可抱怨的。我不明白他在想什么。我不明白他在想什么。你说的是哪份文件？你说的是哪份文件？担心他不会好转。担心他不会好转。还有音乐会的票吗？还有音乐会的票吗？这台机器很难操作。这台机器很难操作。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。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。这是我最喜欢的，谢谢。这是我最喜欢的，谢谢。一共才得了两分。一共才得了两分。兔子并不比猫难照顾。兔子并不比猫难照顾。我一般都在线看电影。我一般都在线看电影。那完全是胡说八道。那完全是胡说八道。衷心的祝贺你的成功。衷心的祝贺你的成功。我想把这个寄到美国。我想把这个寄到美国。
要几成熟的？要几成熟的？您用早餐吗？您用早餐吗？看上去真好吃。看上去真好吃。你闯红灯了。你闯红灯了。我体温40摄氏度。我体温40摄氏度。你赶紧，我们该迟到了。你赶紧，我们该迟到了。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怎么样？我讨厌爱拍马屁的人。我讨厌爱拍马屁的人。我会说你的好好做功课。我会说你的好好做功课。这真把人搞糊涂了。这真把人搞糊涂了。今早我吐了三次。今早我吐了三次。你真是我的好妈妈。你真是我的好妈妈。他欠我叔叔100美元。他欠我叔叔100美元。我太清楚那种事了。我太清楚那种事了。白白浪费了一整天。白白浪费了一整天。什么样的工作我都去试。什么样的工作我都去试。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。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。我的脂测验及格了。我的脂测验及格了。还剩下什么？还剩下什么？别着急。别着急。他完成了任务。他完成了任务。还债，还债。请问是谁的责任？请问是谁的责任？是的，请告诉我。是的，请告诉我。为健康干杯。为健康干杯。
他学得很快。他学得很快。我现在真的很忙。我现在真的很忙。你需要理发了。你需要理发了。他在加利福尼亚州。他在加利福尼亚州。该吃晚饭了吧。该吃晚饭了吧。你的看到好的一面。你的看到好的一面。这不是一个好主意。这不是一个好主意。别看不起人。别看不起人。我喜欢看电影。我喜欢看电影。坐那黄色火车。坐那黄色火车。归纳起来是这样的。归纳起来是这样的。你是在取笑我。你是在取笑我。不用为我着急。不用为我着急。那个会开得真糟糕。那个会开得真糟糕。我接受你的提议。我接受你的提议。我们换个话题吧。我们换个话题吧。谁管你想什么？谁管你想什么？你女儿真可爱。你女儿真可爱。汽车总是晚点。汽车总是晚点。他本人来找我。他本人来找我。公交车不按时来。公交车不按时来。我不能用英文表达。我不能用英文表达。这里是吸烟区吗？这里是吸烟区吗？这是最重要的时刻。这是最重要的时刻。有什么样的旅游团？有什么样的旅游团？
是一个很好的学生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。是爱迪生发明了灯泡。是爱迪生发明了灯泡。给我五分钟就好。给我五分钟就好。这件衬衫有小号的吗？这件衬衫有小号的吗？我怕是搞错了。我怕是搞错了。你现在不能食言。你现在不能食言。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。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。我简直五音不全。我简直五音不全。旅游。旅游。今晚有空吗？今晚有空吗？我再也没耐心了。我再也没耐心了。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。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。令人难以想象。令人难以想象。前几天真是很抱歉。前几天真是很抱歉。他的成就是革命性的。他的成就是革命性的。是个好天气吗？是个好天气吗？再来一杯怎么样？再来一杯怎么样？别这么孩子气。别这么孩子气。演多长时间？演多长时间？那可是我经常做的事。那可是我经常做的事。我觉得真的很适合你。我觉得真的很适合你。我欠你晚餐的钱。我欠你晚餐的钱。您要给他留言吗？您要给他留言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无法满足你的愿望。我无法满足你的愿望。
我想吃一个冰淇淋。我想吃一个冰淇淋。你什么时候去汽车站？你什么时候去汽车站？医生要我注意饮食。医生要我注意饮食。他决定起诉他的老板。他决定起诉他的老板。多么令人震惊！多么令人震惊！清楚了吗？清楚了吗？这可是辆新车呀！这可是辆新车呀！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你答应我了呀！你答应我了呀！他是个能干的人。他是个能干的人。我大胆试一试。我大胆试一试。现在轮到我了。现在轮到我了。他从不给我任何东西。他从不给我任何东西。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这是我的荣幸。这是我的荣幸。我必须刷牙。我必须刷牙。不，我恐怕没有。不，我恐怕没有。请给我一条毯子。请给我一条毯子。别对我说假话。别对我说假话。今天我很幸运。今天我很幸运。约翰今天休息。约翰今天休息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你把我吓了一跳。你把我吓了一跳。我对此觉得很抱歉。我对此觉得很抱歉。把电话转接给你。把电话转接给你。
这味道很奇怪。这味道很奇怪。我知道我太过分了。我知道我太过分了。这块面包发霉了。这块面包发霉了。你使我感到烦恼。你使我感到烦恼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要和你结婚。我要和你结婚。大约十分钟以后。大约十分钟以后。它可能会引起火灾。它可能会引起火灾。听起来很可疑。听起来很可疑。这是为你自己着想。这是为你自己着想。把你的嘴闭上。把你的嘴闭上。虎父无犬子。虎父无犬子。他是那么的不负责任。他是那么的不负责任。我喜欢你的公寓。我喜欢你的公寓。我想和麦克斯谈谈。我想和麦克斯谈谈。我要生孩子了。我要生孩子了。这不是你所关心的。这不是你所关心的。我应该去上大学吗？我应该去上大学吗？你最好坐公交车去。你最好坐公交车去。喝酒可以吗？喝酒可以吗？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什么时候开完？什么时候开完？好吧，孤注一掷。好吧，孤注一掷。我希望没有打扰到你。我希望没有打扰到你。